全都是你的错，你怎么会？你如果下不去手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终于走了，显得真是辛苦。什么意思？你不会以为我们说的是真正的计划吧？说给他们听的。那真正的计划是什么？ 算了，我不配知道。那前山的公子羽呢？你们真的不担心吗？毕竟他也是过了三关试炼的人。仅凭那几个魑魅新娘，万一牵制不住他，被他逃去后山支援怎么办？你不会以为新娘里只有云为山吧？还有谁？还有我。有他在，我绝对放心。 子怡姑娘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其实不叫子怡，这身新娘的红衣才比较适合我。雨公子，我真正的名字叫司徒红。 猜的没错，云为山，你果然背叛了无风。哎，雨公子，我和无风有约在先，只要我完成任务，就放我自由之身。以前是我身不由己，但现在我可以选了。你真可怜，还是没明白。 是北方之王，韩一客。云为山真的把消息送进来了？不对，他是西方之王，莫启哀。看来这双飞廉比我有名。你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人可以藏，脚印不好藏。
你们两人里面有一个人的轻功不过关哦，看来是你。雪宫内有积雪，有脚印供你辨认，可是离开雪宫后就是荒草蔓延，何来脚印之说？真是死脑筋啊，只要跟一段脚印的方向后，就不难看出你们要去的方向就是月宫。我只需要在去月宫的必经之路上等你们就好，只是轻功比你们好，先到一步而已。你怎么会对后山各处位置如此熟悉？地图上都写着呢，还得多谢云为山姑娘啊。只是没想到传闻中的宫门后山竟然是由小孩来守护。既然你们知道寒一刻的苦寒内攻心法对浮雪三世有压制作用，那为何寒一刻不来？大名鼎鼎的浮雪三世和斩月三世在我面前都是无用之物，而且寒一刻自然是去对付和他有缘之人。这些是我和大小姐研制出的新武器，山摧。原来早有埋伏。把这些山摧送到前山，藏到屋檐之下，必须守护侄人安全。是。山摧，靠你了。今日自要无风，有来无回。如果不从水路进入月宫，就得从月宫的后门进入。这出云重帘确实珍贵至极，所以这第三朵当然是送给月公子做研究了。地图所示，前方应该是片竹林。